问28032019，魂体被带进冥界庆审，判官押了三个水族灵体过来阎王殿。判官，童子，今天听审水族灵体的因缘果报。大闸蟹灵体，我来自广州，姓赵，外号叫肥仔男，家里经营小规模海鲜酒楼。我平时很喜欢吃海鲜，尤其喜爱大闸蟹，常常清蒸焖煮。广州地区除了海鲜闻名，黄赌也横行，我家酒楼常有酒店小姐携带食客来吃食，附近也是酒店林立。在这种环境下，我也染上毒瘾，常常去地下赌馆开台，赢钱后就去酒店找小姐淫乱。52岁，前列腺癌症，治疗期间又查出我有艾滋病毒，没到3个月就艾滋病毒破坏大脑，引发全身器官衰竭死亡。大闸蟹灵体死后转入火烧地狱，天天受火烧苦刑，惩戒我杀生害命赚众生钱。火烧地狱刑满，又转入冰柱地狱，惩戒我好色淫乱和贪口腹之欲，活杀冰冻大量海族生命。我被冰在冰柱里，不能言语，彻底体验鱼类被冰冻至死亡的痛苦。地狱惩戒完后，以为可以投胎做人，哪知道阎王爷说我灵体黑气很重，还有杀生罪孽38%，还要转投大闸蟹。我被养在池里，成年后售卖给海鲜餐馆，被厨师放进锅里清蒸，锅里高温把我蟹眼蒸得爆蒸，全身被捆绑无法逃脱，活活蒸死。我不想再投胎变大闸蟹了，我以后投胎做人一定不吃海鲜，我知道杀生害命的果报了。判官，这是龙虾灵体。龙虾灵体，我在美国南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城镇长大，高中毕业后到纽约工作，在一间小规模的贸易公司做文员。大城市生活压力巨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每个月工资勉强维持城市生活。家里父母身体不好，为了庞大的医药费，迫于无奈在网络卖淫。凑够医药费后，我就停止卖淫。我曾接触的客户群有一个是摄影工作者，我停止卖淫后，他询问我有无兴趣兼职平面模特工作。龙虾灵体，就这样我开始成为模特儿。由于我长相清新讨喜，很快大量的工作找上门。有了知名度后，和我合作的摄影师开始建议我成为全职模特儿。模特儿工作每个月收入最低都有5000美元，受工资吸引，我签下他所建议的模特儿公司。我加入这个行业才知道竞争很大，太多模特儿抢工作，我又没有后台，性格也比较安静，所以每个月只有不足1000美元的收入。龙虾灵体模特儿经纪公司让我接特殊工作，询问过后才知道是陪社户应酬。我想我也曾经网络卖淫，合约也要3年才到期，违约又要赔款，身上又没钱，就答应了。这样子以模特儿身份掩盖卖淫接近6年，后来年纪30出头离开这个行业，改做美容化妆品业务员，认识了同公司的销售主任，两个人发展成为情侣，过后结婚生子。我68岁得乳癌死亡，死后被带入粪池地狱、铁床地狱、雪山地狱受苦。地狱惩戒出来后又转投龙虾，因龙虾性淫杂交，这是我淫乱的果报。判官，这是白鲳鱼灵体。白鲳鱼灵体，我出生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属海边的渔村，长大过后和村镇大多数人一样出去城市工作，可是我学历不高，很快就从城市回来。回来后就和爷爷父辈一样靠出海捕鱼为生，出海的鱼货时多时少，我见养殖业赚钱，就向农业银行贷款投资养殖淡水鱼，初期很赚钱，后来因为水质问题，大量鱼苗和成熟鱼种死亡，我公司面临资金危机，还有一大笔银行贷款要缴付，走投无路，心灰意冷，跑去海边投海。死后灵魂在海中飘荡过后，投胎在白鲳鱼体内，
就这样投生成鱼族了。汉馆沙叶果报是如影随形，童子可以离开了，魂体被送回阳间，梦醒已经是夜里20:11。2903-2019，魂体被带进冥界听审。汉馆，这是昨天听审案中模特儿公司的经纪人老板，现在让他自己讲述堕落成为猪的果报吧。朱林启，我出生在美国北部农场，毕业于西雅图大学。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纽约，在一间颇具规模的衣物公司成为设计师。由于我的设计不受设计总监的青睐，一直没有被提升，只是一个小设计师。我这个行业要接触大量模特儿，我与其中一个模特儿非常要好，私底下常来往，无意中知道他在模特儿工作之外接客，价钱很高。不久他被经纪人发现接客，被模特儿公司开除。后来我因为工作不如意离开衣物公司，和他合伙开了一间模特儿经纪公司。朱林启，他能说会道，再加上美貌，很多年轻的模特儿都被他洗脑，为了名利下海兼职陪客。我和他两人在中间抽回扣，一天执法人员上门把我们带走，起诉我们不合法卖淫。公司倒闭，我又因为投资股票欠下大量债务，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无法接受现实的我在自己的公寓吞枪自杀，死后被锁上铁链拉去大雪山，没日没夜得转。我被黑鬼警察鬼差命令脱光衣物，刺骨寒风吹的我全身发抖，过后又被拉去大黑洞投进粪坑，滑溜溜的粪泥差点让我熏死在粪坑里，又臭又痒。朱灵体以为地狱出来会投人道，结果被带去农场投胎变母猪。农场猪的生活很苦，一堆猪困在围栏中，吃喝拉撒全部在这里。更可怕的是一直被农场工作人员拉去和公猪配种，一点尊严也没有。这是我让女子为娼妓的果报。母猪年龄稍大，生育率降低，没有价值，就被再去宰杀场卖掉。汉馆，这是经纪公司的模特儿女经纪人，自己诉说成为水母的果报吧。水母灵体，我的名字是 Sabina Henderson， 美国人，高中毕业瞒着父母来到费城市中心，不幸在夜晚遇到流氓欺负，遇到好心人报警备案后，我返回自己在费城郊区的老家休养。后来在网络寻找到一份模特儿工作，就这样应聘成功，开始在纽约生活。由于美貌年轻，我很快在模特儿界小有名气。一天被无良经纪人趁我酒醉带去酒店非礼，我清醒后非常怨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这么可悲，一直被欺负。水母灵体，日子久了就和圈内大多数人一样，被名利诱惑，瞒着经纪公司私底下接商业活动陪客，无奈后来被我的经纪人发现，把我赶出这个圈子。我找到 James 和他商量，一起合伙开一间模特儿经纪公司，我负责栽培模特儿和说服女孩接客，五五分账。 James 自杀死后，我流落街头，又患上艾滋病，一年过后死在街上。死后和 James 一样被鬼差呼喝，脱光衣服，手上脚下被带上沉重的铁链，一丝不挂地行走在雪山中。过后转去粪池地狱，粪池出来又转去躺铁针铁床地狱，后被无数铁针刺入皮肤，铁针被火烤得通红，疼得我在地狱拼命呼喊，也不能减轻这种酷刑带来的痛楚。真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却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水母灵体，地狱惩罚完后，我以为噩梦结束了，却被通知要投胎变成水母。白鬼阎王爷说，因为水母美丽却有毒，像我虽然有美丽的外表，却内心黑暗狠毒，让很多年轻女孩断送美丽的青春，跑去做模特儿卖淫。我在海洋被人捕捉上岸，送去餐馆，让人一刀一刀切割下来送饭。
我以前常陪客户去日本餐馆吃鱼身、刺身，没想到现在变成人类的食物。汉官，童子，你可以回阳世了。醒来，夜里3:46，弟子马来西亚290319。答，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根据名字到美国去查，要是没这个人，我就不是你们的师傅，怎么死的都能查到一模一样。所以人不要去做坏事，人间以为做点坏事没人知道，你不是骗自己吗？问300032019，魂体被带进冥界听审，阎王殿前有许多水族灵体等待审判投胎，判官正在点算记录这些水族灵体，准备送往 M 国地府处置。地府确实真的如阎王所说法务繁忙，判官，现在阳间的人造做恶业太多，很多世间人认为合理的行为，却不知自己已造下地狱的罪孽。但是模特儿经纪公司听审案里都有许多模特儿堕落地狱再转投畜生道，现在地府只调部分案例，警惕世间人名利如过眼云烟，淫欲生罪恶，你们世间洋人可要好自为之，不可造下地狱的恶业，果报是无人可替。判官，这是鳗鱼灵体，是模特儿经纪公司的摄影师。鳗鱼灵体，我是村上，童年住在日本，8岁时和母亲一起被英国籍父亲接回英国居住，我不适应外国生活，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过得并不快乐，长大成年不顾家人反对来到纽约成为摄影师。我性格古怪，虽然在摄影界有一点名气，可是却不常与人来往。鳗鱼灵体为了找寻摄影灵感，在网络认识了 Christine 龙虾灵体，她是个单纯的小女孩，为了凑父母医药费而出卖自己肉体与灵魂，我觉得与她交往可以让我拍出极佳的摄影题材。后来我与 James Sabine 合伙开模特儿经纪公司，刚巧公司缺模特儿，我联络 Christine 让她兼职当平面模特，看 Christine 文书工作辛苦，我建议她转行，没想到 James 和 Sabine 会让 Christine 去接商业广告陪客。鳗鱼灵体模特儿这个行业暗地里非常复杂，有正正当当做正直的女孩，也有为了名利出卖色相肉体的孩子。我前后陆续介绍许多女孩进入 James 的经纪公司，我自己也是私生活混乱，和许多模特儿私底下亲密来往。 Sabine 喜欢我，可是他更喜欢钱。 James 这个利益熏心的人迷恋 Sabine， 为了让他摆脱司法责任， James 在许多文件上做手脚，让执法人员将调查方向转向我公司非法卖淫。鳗鱼灵体，我只是出钱合伙开公司，公司的管理全部由 James 负责，可是执法人员不相信我。 James 死后，我被判入狱，在监牢里受尽不可告人的虐待与欺凌。一天我在狱中趁狱官不注意自尽，此后转入勾眼地狱拍裸体模特，雪山和粪池地狱与模特儿淫乱，地狱出来又投成鳗鱼，这是惩戒我无情无义。像鳗鱼一样是个阴冷的生物，罪灵在感情上辜负许多女孩子，欺骗她们。我被人捕捉上岸送去餐馆，厨师把我宰杀火烤，我肉体已死，可灵魂一时未灭，所有的火烤痛楚依然能够感觉得到。没想到所有的生物是人投胎的，这个是不是那个超度我的日本女子心灵法门佛友所说的六道轮回？我在她身上一段时间了，她在看金光闪闪的佛书，里面有提到命运与因果，谢谢她虔诚拜佛超度我的灵体，谢谢。判官，等 M 国书信抵达，会把你和这些水族灵体送去 M 国，你暂时先去管畜生道的阎王殿等待。童子，可以了，听审结束了。醒来，夜里2:23，弟子马来西亚300319。答，看见了吗？整个公司乱七八糟，最后全部变成水族，
很多女孩子卖淫，被别人怎么骂的，和水有没有关系？不要开玩笑，在人间装模作样没用，要真改，骗不了菩萨的。这里在念经，心里还在想不好的事情，改不了，等到痛苦的时候就知道了，一定要好好努力。师父举个例子，一个人不刷牙是坏习惯，时间长了牙痛的时候难受吗？你不做好事是个坏习惯，你天天不做好事，时间长了就是一个恶人，恶报来的时候就是报应来了，会很苦。